老人啊、老人就是容易上当。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你。哎，不过我给他身份证，给他银行卡，给他验证码，他也取不走钱呢。我支付密码他不知道啊。啊，对。啊，对对对，验证码可以好像哈。啊，给你试试，那不能给，那不能给，那能给。可以给，但没必要。A 操！不对呀、啊，那手机银行登录不了，我绑定了呀。我这个手机不解绑，你没办法登。那建行手机银行绑定手机的 ，WQA 刷一手被动。A 接掏接 W 溜不打了，点烟掏 A 一下死了，非得找我打你是？吃个药，刷个被动，哎，打半溜。打半溜 ，A 掏。我们不好杀的。那凯隐给我放了个眼儿，可以啊。我看见蓝枪了 ，W A， 就在这跟他晃，起飞喽！哎呀，非得要用自己闪现打我闪现，像个精神病似的。他们绝对不会看。就是这样。给我干他！你打蓝枪啊！来，我今天能让你打好野，你看着的啊！我让你见，嗯，我能让你打好这个野的，你看我让不让你打野？你不让我玩，你也别玩。回点血吧。不好杀呀！炮车没了吧？嗯。A W Q。不行，打不死，回家了。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虚区啊，先回家一手。走呗，你哪那么多眼儿啊？你哪那么多眼儿？不回了是吧？那咱也谁也别回，我回血。管溜，掏 A， 漂亮兄弟，勾引成功。
这个世界出门后来的兄弟可能不知道啊，今天我们亲密度 1.2 倍，并且你的亲密度上限可以提高到3倍，记得有荧光棒还有小礼物，办卡啥的，想办卡的可以办一个卡，或者是飞机火箭超级火箭玉皇大帝这都可以啊。 A 学 W 平 A Q A 飞走这不行了啊，我们得学个 W。你也升了，打吧妞，一打吧妞点燃 RAQ 死，这孤立无援了兄弟。王母娘娘也可以，观音菩萨，如来佛。哎呦我天哪，我这右手筋怎么疼了呢？我刚才使劲摁 Q， 不对，使劲摁右键。哎呀，一摁右键我筋就疼。哎呀，哎手不行了，哎呀。A 掏，走了，回家了。来，来，直接来，来，直接过来，来，一过来 ，A 接 W 减速平 A， 再 A， 掏一下。刚好魔中，为什么你那边没有送礼物的选项啊？不可能，你要送啥呀？你把账号发我来，我给你送。还没有送礼物的选项了，给你个嘴巴子，你还跟我皮上了？谢谢无极一大师。你把你银行卡给我，支付宝吧，你说你要刷多少我帮你刷。真是的，还要送礼物还送不了，我跟你说不可能。打吧妞，然后进化 A 掏，打吧妞 A， 来人了，走呗，掏 A。直接开 R 往下走，别急。A W Q A R 飞，我能玩死你俩！蓝枪过来，来 W 闪掏，走呗！来 W 回血。一上来 W 点燃接个掏，这怎么这么肉啊？这波没死啊？哎，这个伤害不对啊，跟刚才啊。这波孤立居然没怎么掉血，我看啊。打一波走，
你看我干了他一半血啊，就而且都不是孤绿，刚才我来个死刑宣告吧。虽然我觉得这蒙多不值得我一个死刑宣告，离塔近了，刚才好像没鼓励这伤害，伤害不对，强化 Q 是不加伤害的，强化 Q 只是那个就是缩短那个技能吸力。螳螂以前最恶心人的英雄，这都改成啥样了，以前一空中就能放 W， 一 W 的 Q， 现在一顿改了好几回呀，那螳螂。由于这玩意儿太厉害了，太猛了，这滚雪球。打他个黑焰收割吧。我们也不杀他，我们也杀不了，刚才我虚区不够。搁哪呢，插个针眼，省着我的针眼都买这么半天都没插过，我怎么买了两个这个破玩意了啊。塔要没了啊！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。塔没了，我马上升。好了，我升了。我们起翅膀回家。我不掏你呀，小伙子。哎，这英雄出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出木印，想起来了。先来个木印，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。这边红要刷了，我去红玩两圈，帮你打一波啊。这蓝枪还400块钱呢，他都让我玩成这样了，这蓝枪他居然敢400块钱，我是真没想到啊。这鸡怎么死的？鸡被谁杀了？鸡被蓝 buff 杀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给我吧兄弟，谢谢。你说你这一死了就死了呗，死了死不死又能咋的？看看有没有眼儿啊！蓝枪居然知道我来了，这说明这几个位置啊，他还是有视野的啊。正在摸我的爪子呢。啊，这里有个针眼儿，
把针眼排了。EQA W 死，玩过来 A 掏又死一个，我们已经磨缺了。等一下蓝枪啊，蓝枪在哪儿？没在，我们去下路。这边凯野应该够呛了，我去看看这日女能不能杀啊！我直接飞过来，来 W 减速 ，A 接掏，接平 A，W 闪现掏一走。有点悬，刚才好险，给你个 W， 我飞。出一个德克萨斯木印，然后我们皮孩的话，这把西地孩吧，啊不是西地孩呀，水银孩，控制有点多，省着日女儿给我控死了。跑的有点慢呢，这把这大嘴挺肥呀。不好办呢，这大嘴。没事啊，别急 ，A 掏，慢慢跟他玩，别着急。来 W 飞走，别急，那鸡来了，那晕哪去了？先给减速，来，把眼排了，他能杀一个我就全杀。W R， 哎呦，这么痛啊！哎，他的攻击距离有点远呢。哎呦，好，终极爆弹。下件装备我们得来夜韵之风了。那日女没死，日女死了我就能都杀。大嘴不太好办，他攻击距离有点远，得找他单独落单的位置，然后我们把他偷死才能可以，你知道吧？蓝枪近神了，蓝枪近神就近神吧。近神倒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是俺们家一条龙都没有呢。更可怕的是这个日女儿太幼了。准备收割。去野区找蓝枪，这波如果能把蓝枪杀了就是翻盘点，兄弟们。这怎么办啊？哎，他打个红这么小心，这怎么办啊？打团战肯定打不赢，我这英雄根本就不是打团战英雄。日女儿死了还行，这局上啊。减个速，你玩个 AD 大嘴跟我poke，
他玩个炸弹人跟我 poke poke 还行，我上不去，你自己上吧，我不带跟你往上冲的，兄弟，往上冲我们都得死，没法上。这里没有眼儿，这日女太吓人了，她见着我就指。好难啊，我这想抓个落单的费死个劲呢、啊、这太费劲了。一个爆破鬼才，一会儿再杀，不急啊！减速，再减！哎呦我操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可不能投降啊，这可不能投降，这把可不能投。小龙，哎呀，用命抢，兄弟，你得用命抢这条龙给视野啊，这可不能投降。这把我们虽然说不是顺风局儿，啊，但队友逆风了，我不能让这个蓝枪赢，我得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把拿下。只不过这日女太烦了，这日女，她一直看着我，我都没办法。她就搁那大嘴旁边。别上啊，别上别上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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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千万别死。又想瞄我，我死一把还能死第二把呗。哎，这给我看的，给我看完了，给我看的。龙没抢下来，打个红吧。不是我挠痒痒，是人家都有护甲。你让那大嘴在我面前待，他能一秒钟，他能待在我面前待够一秒钟，我就算他厉害。不是我挠痒痒，你知道吧？人家所有人没有孤立无援，全护甲。那炸弹人也有沙漏，一百来护甲。你让那大嘴在我面前待一秒钟，就算我输，行不行？现在打字跟大嘴说：“哎，烦死了，这个日女儿！哎，怎么哪里都有她呀？”哎，塞纳装备不错呀。
没有眼。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啊？海隐跟我过来呀、啊、海隐俺俩、啊、把这龙偷了，你去中宫干嘛呀？你让他们守中塔，俺俩、啊、把这龙偷了。你们守塔，你来就行，你就自己就够，俺、啊、俩就够打的，你直接给我扛着。来的视野，我赢了。他早点跟我来就好了，不是上当了。刚才这个位置我都扫过了，一个眼都没有。刚才这个位置，他早点跟我来打，那蒙多都不带过来的，那中路直接守塔的，不听话。你这种情况你不偷大龙我们怎么赢？对面还水龙龙魂煞跟对面耗的呀，那有冰鸟守塔不随便守吗？哦，回家。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等个16吧，不行，这蓝枪也很脆的，没事。他要出死亡之舞，我们也得来个死亡之舞，对吧？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。守塔就可以了，这边不好推的，别让人指啊，别让他指，指就开起来了，千万别让他指，就慢慢耗，别往上上。啊！别往上上，我们家守得住他。以前的冰鸟放个技能，要多近的距离呀，兄弟！不行就给了吧呢。还要一波，我给你们狠的，你们还想要一波啊？啊！哦，这大嘴儿，等一会儿再打啊，不急。他们绝对不会看到。杀大嘴儿，可以。这不行，赢不了。那日女儿无限看我，不行，没有机会。这也不守塔，你说。